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奥雷，今天带来1982年上映的台湾重口恐怖电影《邪魔女》。最近这段时间，镇里经常发生神秘邪女害人事件，为了将邪女缉拿归案，三名男子专门组成了抓捕小队，只是没想到还没等他们发现邪女的踪迹，他们就先一步被林中的蛇虫鼠蚁锁定，不一会儿功夫，队员们就先后中招，惨死于鼠群和毒蛇的围攻之下。见同伴们接连惨死，唯一幸存下来的男子反而坚定了除魔的决心，是要将那名邪女诛杀。经过他锲而不舍的寻找，最终在某间荒宅里找到邪女本尊。然而很无奈，寻常武器是伤不到邪女的，男子的攻击不但没有起到效果，反而还断送了自己的性命。此事传开后，贪婪歹毒的刘三姑利用民众的恐慌，伺机宣传各种迷信邪说，准备将自己打造成神明的使者，以神明的名义大肆敛财。幸好负责调查邪女案的调查官韩武在关键时刻路过，拆穿了刘三姑一伙人的鬼把戏，刘三姑因此对韩武恨之入骨。这段时间，富家大小姐邓明月一直饱受某种怪病折磨，有时怪病发作的厉害，她甚至会痛得晕死过去。表哥垂涎邓明月家产已久，为了防止家产日后落入外人之手，他竟决定趁着邓明月晕死这一机会，强行将其占有，企图生米煮成熟饭。幸好邓明月的丫鬟小精灵看出了不对，在紧要关头叫来了家主老邓，哪怕被当场抓奸，表哥也要厚着脸皮抵赖，辩称邓明月没有反抗，那就说明他是完全自愿的。可老邓又不是老年痴呆，自然不会相信表哥的鬼话，表哥因此被扫地出门。事后心有不甘的表哥专门找到刘三姑，向刘三姑寻求报复老邓的办法。次日，老邓府内的鸡和犬全部无故惨死，这些动物的尸体延伸到了墙外，镇民们想不发现都不行。没有多久，有关邓家的谣言便传得满城风雨，人们都说邪女一直住在邓家。老邓无奈，只能向韩武求助。韩武虽然为此加强了夜间的巡逻，但很无奈，连续几天都没有半点收获。刘三姑一伙人趁着韩武放松警惕的短暂空档，又接连制造了几起闹鬼事件，弄得人心惶惶。表哥等到时机完全成熟后，专门带着刘三姑来到邓家，说要帮老邓消灾驱邪，结果老邓根本不相信他，毕竟他有前科。在老邓看来，只要没做过亏心事，就不用担心鬼会找上门。哪怕刘三姑偷偷实行下一步计划，鼓动镇民们兴师问罪，他也是完全无惧。身为乡长，老邓这些年可谓是一切为民。韩武将他的事迹一一讲述出来，暂时平息了一众镇民的怒火。邪女害人期间，邓明月总是会被噩梦所侵扰，常常梦到自己正在杀人吸血，未婚夫小宋对此束手无策，只得出言安抚。某晚，韩武在巡逻过程中意外撞见了邪女，只是无奈邪女的速度实在太快，还没等他锁定目标，又有一名男子惨死于邪女之口。韩武尽管武艺高强，但在对付邪女期间却派不上用场。缠斗过程中，邪女突然张嘴将韩武咬伤，韩武因此受到感染。虽然在这场战斗中韩武没能拿下邪女，但通过火光他却看清了邪女的脸，原来邓明月就是邪女。利用邪女惧怕火焰这一弱点，韩武勉强将其吓退。没过多久，邪毒便开始侵占韩武的意识。韩武本打算趁自己意识尚存将真相告知于自己的妹妹，结果没想到妹妹的胆子太小，一看到她这副模样直接吓得神志不清。小精灵昨晚亲眼目睹了邓明月变身为邪女的整个过程，邓明月因而知晓自己的身份。利用韩武的死，刘三姑大肆宣扬青龙神。之前韩武多次斥责青龙神害人，现在突然惨死，民众们自然会认为他是因触怒神明而死。为了向所谓的青龙神赎罪，镇民们打着清除邪毒的旗号，一把火烧了韩武的房子。表哥经过这些事后再次找到老邓，企图迫使老邓屈服。而刘三姑更是贪心，既然打着建庙供奉青龙神的名号，妄图逼迫老邓捐出祖宅，气得老邓直接将他二人骂走。邓明月不忍欺骗小宋，思索再三后，他决定将自己的邪女身份如实告知。小宋听说邪女只会晚上出没，或许用铁链绑着邓明月，邓明月就害不了人。另一边，韩妹因为无聊独自跑到大街上闲逛，结果竟被镇民们当成邪女，差点遭到火刑伺候。幸好邓明月在关键时刻变身，弄断了绑住自己的铁链。害人过程中，他也被两位镇民撞见。经过这两位镇民的讲述，韩妹总算是捡回一条命。事已至此，老邓
不得不请禅师相助。禅师安定完韩妹的情绪后，又给邓明月做了检查。原来邓明月是中了苗疆巫师的阴蛊，所以才导致入夜后失去意识，变身为嗜血的邪魔女。禅师可以用纸符封印邓明月三天，在这三天内，他会尽全力寻找下蛊的巫师。邓明月按照禅师提出的要求，主动躺进了某个棺材里，而小宋则专门请了人看守棺材。只是万万没想到，二号看守因为喝酒误事，发现纸符被风吹掉后，他捡起来却贴错了棺材。没有纸符的束缚，光靠几颗钉子哪里能拦得住邪女？邪女随便挣扎了几下，棺材盖便被轻易打开。二号看守不知道棺材里的是邪女，因而中招惨死，接连多人遇害。刘三姑总算是有了威胁老邓的底气，而禅师则因为变故突现，不得不中途折返。他要求小宋拿着他的桃木剑，找准机会将邓明月刺死。邓明月对小宋没有防备，所以该任务只能由小宋去做。如果老邓选择屈服，那岂不是便宜了那群神棍？为此，小宋主动揽下不敬神明之罪。除此之外，他还给了遇害者家属不少丧葬费，由此再一次平息一众镇民的怒火。邓明月不愿再害人性命，于是便给了小宋多次机会，可小宋始终下不了手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偷偷自我了断。关键时刻，躲藏在暗处的表哥及时现身，将他救了上来。邓明月刚刚对表哥有所改观，结果表哥下一秒就精虫上脑，打算再次用强的。不过还好小精灵也在附近，虽然小精灵对付不了表哥，但为邓明月争取逃跑的时间还是没啥问题的。刘三姑被老邓和小宋二人当众羞辱多次后，终于按捺不住，决定使出看家本领。在他的施法之下，邓明月逐渐开始失控暴走。一夜过去，又有多位镇民遇害，老邓被逼无奈，只能硬着头皮答应赔偿。禅师见刘三姑数次找茬，不由得怀疑起他的目的。经过禅师的提醒，老邓突然想起一个月前，刘三姑和表哥以某个小孩子过满月为名，送了邓明月一些红鸡蛋。原来邓明月所中之蛊就是他俩下的。小宋曾经答应过会赔偿所有的受害者家属，为了将他和老邓彻底榨干，刘三姑决定控制邓明月残害更多的民众。小精灵一直在暗中监视邓明月，这样好第一时间向小宋汇报。结果没想到今天竟不小心被邓明月发现，眼看就要被邓明月咬死之际，小宋和禅师二人及时赶到。禅师随便一出手就破了刘三姑的邪术，刘三姑感应到后气得不行，为了将禅师压制下去，他连续几口吞下了大量的毒虫和蛇蝎，以此增强战斗力。邓明月受其影响，难受得生不如死。禅师希望小宋给邓明月一个解脱，可还没等小宋动手，刘三姑的邪术先至，在刘三姑的召唤下，毒蛇群开始从四面八方围攻禅师。不过还好，对于这种召唤类邪术，禅师自有抵御之法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。刘三姑第二轮施法，将一堆梳子变成了蝙蝠，打算操控蝙蝠吸干禅师的血。禅师见状，立刻将念珠打散，利用它来吸引蝙蝠的注意力，随之集体灭杀，连续败给禅师。盛怒之下，刘三姑决定灵魂出窍，直接攻击禅师的元神。万幸的是，禅师早有防备，他的灵魂攻击不但没有奏效，反而还将自己重创。强撑着最后一口气，刘三姑召唤出了地狱焰火。然而哪怕是使出这招，他也依旧没有占到便宜，甚至还被禅师的念珠二度重创。万般无奈之下，他只得让灵魂回归肉体，希望能保住这条命。另一边，缺少刘三姑的控制，邓明月勉强恢复了一些意识。当他看清眼前这人是小宋后，他毅然决定利用小宋手中的桃木剑终结自己的性命。濒死之际，邓明月总算是彻底摆脱了刘三姑的控制。趁自己还未死透，邓明月决定强撑着去做件事。与此同时，刘三姑因为灵魂受到重创，再加上连续施展邪术所带来的反噬，终于将自己的寿命提前耗尽。刹那间，千万毒虫破体而出，简直惨不忍睹。表哥全程目睹刘三姑的死亡以及腐烂经过，差点恶心的当场吐出来。由于受惊过度，表哥慌不择路，他这一跑竟刚好跑到了禅师所在的林子里。邓明月见表哥主动送上门后，赶紧拿出桃木剑，通过偷袭将表哥的心脏整个刺穿，给自己下蛊的仇人得到了报应。邓明月终于可以安心离去。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，我是奥雷，咱们下期再见。